Jessica 老师，跟我们来讲一下，有没有什么秘诀啊？ When I saw your performance, you guys were in a hurry. 太着急了。来，给个音乐。接下来这个最难吧，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定要有气场，所以说一个人可能未必能完成。OK， 快结束这一趴。他结束这一趴。